好，我现在说好了。我的是我的训练家代码是。大家好，我跟你讲，我们今天是来那个在真理大学的牛津学堂这边遇到一个什么？宝可梦的保友。保友。对不对？他超强。他有什么厉害的地方呢？他刚刚给你看了一个你的画面，对不对？对。他里面有一只3869的超梦。超梦。还有梦幻是2810啊。哇，好厉害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第一次看到超梦，玩 Pokemon 那么久。还有啊，还有啊。你有在其他人手机上看到超梦吗？有啊。谁啊？之前啊，之前在哎，小，有有，你有没有进来打了？你怎么的？不是打这一个人，你现在我现在先把这个打完，我再跟你一起打。那我先打。你怎么的？这里是教室会馆。对。你还紧，你看，按下去它就放大了。拍照拍得很好啊，对，手机里面还是以 iPhone 的手机拍照比较厉害，所以啊，我才不会把小米手机装三种稳定器。多田荣吉故居。就是玩 Pokemon 的训练家代码。我们现在开放 Andy 梁的好朋友。训练家代码，这个训练家代码。如果你要加入，我的话，我会在那个等一下我会说。好。我现在说好了。我的是。我的训练家代码是57892510120。再讲一次哦。好，再讲一次哦。57892510120。啊，我们等一下还会在后面，爸比会。打字出来。好的，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话，请在下面跟我讲哦。请在下面说出你的那个，不对，你可以，你直接加我当好友，我会按下按那个接受，接受，我会按接受。那我们就会是正港好朋友，朋友是不是？是吗？我现在有两个朋友，不对。啊，我是这个人。
我是三十级。你现在的等级是三十级啊？啊，我对等级三十级。好 ，OK。我的等级是这样，三十级。我等级现在是三十级。那我们现在，如果大家有玩 Pokemon Go 的话，也可以加我的朋友。那我的训练家代码是就是这个，然后按朋友，然后按新增朋友，这里会出现你的训练家代码这个。好的。那我们就下影片再见哦。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记得按赞、留言、好按赞，下影片再见。拜拜，我们三个月以后再来看看看有没有正刚好朋友有新增的，好不好？好啊，那我们就这样喽。我上个月再录一集哦，拜拜，拜拜。时间到了，太早了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哦。如果喜欢我们的话，记得按赞、好评、好按铃铛，下个影片再见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Okay.